还是我们跟伯贤连线？伯贤现在某对啊，让我们出来看好了。37分钟前了，我搜。OK， 那现在有谁在直播？我们来找他直播。或是没在直播的也可以。完了，我上次又有直播模式了，跟大家说，我们在太久没有那个 IG 直，对。可是我们是不是前几天有？不，太久没有在 live 前直播前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直播呢，纯粹就是一个 for 我们主持人现在都在演三明治女孩的逆行。大家是不是有很想我们的 live 前的直播啊？有吗？哦天，请问大主厨现在在录音。哎，哇哦，我真的很喜欢看大家按这个舞，这是 give me five 的意思吗？对。Hi、还是给我五万，先给我们了。每个人一按五万，我们就累积起来了。天，希望可以吗？现在有多少人在看？哦，有六七十人了，好像比我们平常脸书还多。天，但是我们待会脸书的直播应该比这个多，好吗？哦，一定得，应该是一定得吧？对。好，海星告诉我们现在要大家去，我在讲什么？带大家去我们的摄影棚的休息室。对。然后一定有很多人想问说，为什么我头发这么乱？哦、oh, ，这就对了，不乱才怪。不乱就不是均恩了啦。对，来看一下，打招呼，喜欢 live 对啊。好了，以后我们会多多帮大家是在 live 前直播，但不一定会是我，可能会是别人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做到吗？建堂？可以啊。如果对，哦雪，大家也都知道小易现在。在北海道，所以今天 hold 住的呢就是蔡文学，能看到吗？好，这个是，我背后这个，天，我背后这个艺人是谁？今天其实艺人真的蛮多的。我先把镜头往前，紧张，里面很多人。我这样转，对。已经人多到我不知道谁是谁了。哦天哪！我们在 IG 直播。我就说他们两个有问题。对，你想讲什么是不是？宇宙。三明治女孩。三明治女孩怎么可以吃便当呢？我只吃菜。我是说你不是应该吃三明治吗？没有，我以为你是说你看到我把床压坏那一刻，你叫我不要来吃。哦，不是啦，没关系啦。可以吃，好吃。对。好。你吃得很秀气耶。哦，他好饿。怎样？你们刚从一路从上面直播下来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上面有什么好直播的？直播站是小记者、啊，纯粹就看我大脸呐、啊。你今天穿粉红色，不要讲那么无聊的话好不好？谁不知道我穿粉红色啊？只有你看得到吗？不是，这就是谁的衣服吗？我自己的呢。先预告那个把床坐断的部分，晚一点玩。对，我们来问一下子红，你有看到他床坐断的那个画那一瞬间吗？有啊，超火辣！天哪，超火辣！你最喜欢这种很重的。Oh my god！ 天，天，那小记者，哦，我的天，谁最有？我跟你讲，雪他真的，他气垫都直接手臂压整个气。哦，他本人。不要让我被我讲坏话啊！你来哈，那我们在你面前讲。对啊，他这么饿。我今天玩鱼的那一有一定要，因为毕竟你是百万点阅女神。子豪，你知道这件事吧？真奶被迫点阅破百万，真假的？短时间内傻眼。你们短时间？对，他是短了啦。对他之前什么飙演技在哭，天没人看，泼真奶一堆人看。你就是专门走这个路线的、啊。对，要那种被脸上有东西才会有。对，有粉丝说没有真奶耶，怎么会这样？借个位置啊，刚喝，让我来宾补一下妆。刚喝完，你是嫌床断不够多张是不是？你好，是今天的主持人。好 natural 哦，跟来宾那个。吃啊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我是还没有吃完。Oh my god！ 小魏，早都还没吃。对啊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让子彤好好 relax， 我们现在闹一下宇宙。怎样？我们先让那个子彤好好吃完。有人说好模糊，那可能是宇宙本身的问题，它本身长得蛮糊的。我今天就是一个马赛克状态，没有，你怎么也可以一起啊？你第一集怎么可以戏份比子红重这么多？你看他来，所以子
红子子俊他啊，期待三四集他的发展。听说他第三集有很猛的，戏份越来越多。对，接下来是第六集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哇，你是客串。他是你跟你一样是客串。明天是主要演员，只是那个海报进度太慢了，没有那么烦了。对、啊、哦，太烦，会不会就是到第六集之后，子红就再也没有在海报里面了？真的会有我、啊？对、啊，会啦。之后就是你片头都拍了，一然后六，然后十二这样。哦，是那个六位数，六位数男神。好，那之后收视率就完了。你不要像预告，你收视率每集都有啦，好不好？会啦，还是会有，至少有一场啦。至少也得一场，因为想说现在嘎戏他应该很忙才对，怎么还可以在那边吃便当啊？嘎完鱼，嘎完鱼变三明治，这样啦。对啊，第一集的感觉怎么样？你看他入水，嗯，因为我们入水啊，你说下水那一段？对啊，下水的是有点做作。其实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花絮，哦，这个花絮整个就是。有吗？我们看花絮，看我有看呢、啊，就觉得好像有点还好。他在那边怎么弄那个照相机，然后怎么还下水深蹲什么的？哦，对，深蹲、啊、就是他只有在花絮才会让大家看到这一个。对，但因为有影迷说，影迷剧迷剧迷说，那水也太浅了吧？哦，对啊。会不会以为是很深？对，就是会就整个妆发全乱。对呀、啊，就没想到直到脚踝。怎么还有那个树叶这样？对啦。哦，哎，听说今天 live 来宾超多，超多哎！你们怎么还有时间在那边鬼混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就是玩之后就上去了。你没有 cover 一下这一场？没有啦，我还在剪请客。哦，听你那个请客要好好剪，真的。大家期待那个请客，每周六就会开始播电视版。这是宇宙自己 promise 的，麻烦他剪。不是，有雅琪姐有交代我说周六要注意锁定就对了。对，六点那个电视版完鱼要出来，然后必须要啊。那娟姐就是自己自行把它剪好。赶紧赶场。有人说花絮真的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、啊。我告诉你，完鱼了。他说的是三明治的花絮，我是说都好。我们三明治会有一些玩鱼的花絮，玩鱼会出三明，好，你是说三明治里面会播玩鱼小记者的花絮？不是，是乱讲。玩鱼会有三明治的花絮，我觉得也很好笑。对啦，必须看。我觉得那个花絮太短了，我们后来你太短了，而且你只出现那一刹那，我觉得不公平。因为你知道你在片场，我花絮，我是看到花絮的机器，我是跟他讲了一个小时多的话，然后只给我剪三分钟，什么念嘞？我看到那种花絮来了，应该会比正片多啊，没了。但我觉得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是，婉瑜也没有要那一段。白讲，你要不要放你自己脸砖？你跟他要档案？真的假？我也没有放屁耶！玩鱼录超多，玩鱼有很多可能塞不进你那一段哦。烦呢。床段我们可能也只放咔那一声而已。然后就 OK， 跳下一。然后就下一，就可能就是。烦呢，不行啦！我看黄旭都是最好笑。对。10分钟啊！再10分钟，好，你先去做准备啊！做什么准备啊？我今天来宾搜索。好好，你去搜索一下。好的，镜头转回来，镜头转回来比较清楚一点吗？拿刀那一段你真的有吓到？我跟你讲、欸，你在录你自己？对，我在录我自己。这样画质好像比较清楚。对，其实那个拿刀真的会蛮危险，但是只有练。对，而且你明明就不会做菜，当什么老板娘啊？你这样，你雨熙在那边，他整个神表我，我傻眼。对，可是你知道为了那个三明治，我觉得有一点没有自信。为什么？做对切三明治这件事情。那天我会再去练的，只有这件事情没自信而已吗？还有蛮多剩菜啊！我跟哦，那关于你跟洛体的配对，你现在看到他跟别的女人，你还会吃味吗？废话，当然还是会啊。那你看到力扬跟别的女人，会，所以一直吃味是苏小琪。对呀、啊，那那跟紫红呢？紫红会。怎么不需要我吃味？那个粉丝就会吃味了。好，你老实说，你在戏里，因为你跟丽妍好像还蛮没碰到，对不对？对、啊，只是一般的见、欸。那你有偷吃他豆腐吗？丽妍吗？我有事实的这样，我事实这样子而已。
脚，但觉得蛮硬的。趁机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林翔，哎，没事。还没有叫他来，而且还有说，哎，只是说没事。IG 的 IG 的，对啊。林翔来会不会比较高？会，来，会来来。哦，是景豪说会。太尴尬了，出来这样。等一下，傻眼。Mandy 说宇宙真的好美，这是你经纪人。Mandy ASC， 真的你很棒。宇宙好美，内心很清楚。哎 ，Come on， 里面还有我哎。你今天粉红色，你要先交代。没有啊，今天脸太乱了吧？脸太乱。然后跟你穿粉红色屁事啊！雅琪姐来。哦，雅琪姐今天，对，雅琪姐她刚刚有点，对，对，她刚刚在叫紫红。好，对啊，好。哎，橘子看玩娱 live 好不好？雅琪姐前一刻认真的骂人，下一刻没有骂人，我在找紫红。你只有找紫红，你没有找宇宙，你这样对吗？宇宙刚刚在这，哦，在这，来来来，快点快点来！你干嘛摸他啊？我平常不太摸他的，今天算是好胖，大家都懂的，好胖。你说雅琪姐，你变胖了？没事，不是因为在三明治里面真的太爱吃了啦。我那太爱吃，你是每次都吃东西？没有，没有。但你今天脸真的有点微肿。Oh my god， 那 Oh my， 要不要再去打一些 shadow？ 是我打两巴掌。那是重，没关系啦，然后我就这样，没关系啊，我对人生绝望，人帅。今天来看 live 啦，今天 live 很精彩。一定要看 live， 不看 live 我就杀了你。好，现在大家不要再说宇宙，杀光你们。紫红是不是 K 笑啊？紫红刚真的有点微 K 笑，我确定。不是紫红最近就是怪怪的，他自己进来的时候很怪，他自己进来的时候，然后戴耳那个耳机，然后就戴口罩，然后感觉就生人勿近，我就说不要跟他讲话。那我们就赶快走，因为男你爆料一下，试一下紫红大概都怎样？就是这样，就每次都说哇塞，紫红会是很 natural 的男偶，natural 的男偶像，台面上怎样，试一下就是怎样。而且他状况就是他看起来好像这样，可是，对他的起伏很大，但是他很真。那张力扬跟紫红选要约会，要选一个谁？张力扬跟紫红，对，当然是跟张力扬了。是啦，紫红跟他约会，他会不会很无聊？不是，等一下，紫红看起来很大，但是紫红哪里大？我的意思说，他看起来好像是蛮熟，就是蛮轻熟男那种感觉。嗯，会不会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紫红才24岁哎，我所以紫红太小，小到就哇！哎，我后来发现力扬大紫红10岁哎，天哪！他可以叫阿杰哎，还是什么的？太夸张了啦！紫红可以叫你阿静。还是什么紫红原来那么小阿姨，哎，太小了，大家也跟我一样惊吓，紫红才24岁，紫红是24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紫红24岁，吓到开始漏尿，我看一下，因为我可以当她阿姨。天啊，你穿拖鞋干嘛？对，我的拖鞋，这蛮舒服的，每次都会忘了吧？人数下降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你一走之后，你一走马上飙到100，把裤子掀起来。你干嘛跟我穿一样啊？我今天虽然有点变壮裙，他最近都走这种可爱的风格。我今天最近走一种长裙，对，大家可能比较不认啊。来，哦，你跑来快，阿莹，嗨，阿莹，好，欢迎阿莹，大家叫小，他自己叫小魏，自己叫小魏吗？等一下，你们猜他几公分？你很失礼耶，不是因为几公分，我158、159。他是比我矮一公分，没有，你们有在比这个东西吗？160了，你们有在比这个？怎样？哪有？糟糕！雅琪姐不要再踮脚了啦！我没有啦，今天微站又来那个自弹自唱，他唱歌很好听，真的，他唱歌真的很好听哦。对啊，有没有别的赞美？除了唱歌好听，我觉得他唱歌很贴近，很贴近我们制作人。他的吉他就是吉他声很单纯，就可以让你就是听起来觉得就是半夜的时候觉得怎么那么好听？我最喜欢 murmur。慢慢，那首歌真的很好。哎，快要进去了。好，对，你们先休息一下。他们先，快。你不要跟着我了。不行了，我要待在棚内啦，然后又差不多要离开了啦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差不多要关直播，我让大家多看一眼我。看你。好，我们今天是学姐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嗨，我现在很热，小玉今天不在，今天整个 hold 住。对啊，小玉，你快回来好吗？没有你不行。好，先跟大家说，因为我的手机一到棚内呢，就会看你，就是讯号就断掉吗？天杰，你跟棚内磁场不合吗？对，好了，你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。3号等下。3号，哎，帮我试3号麦，帮我试一下好不好？
哎，关于脸书直播，大家可以开始准备去看了。好，我要关了，拜拜。